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红狮口袋，我是鱼干。那我今天要教的是循环活塞。循环活塞，它有两种，一种是单数次的，一个是双数次的。那两个的记忆，两个的做法不太一样。那像这边我示范的是五次的，然后这边是六次的，分别就是单数跟双数。那我这边用到的是我之前有讲过的短讯号产生装置。那这我之前就有讲过了。那这边这个单数次要怎么做呢？就是这边的活塞，我希望它是依序推出。依序推出的话，就可以造成一个单数的循环。那在这边我使用的，我们会使用的时间单位是 tick。tick 就是一个中继器，它一格的长度。那一秒大约是20 tick。那我在这边就先把线路接上。OK， 那我现在在每一个活塞上面的旁边都放上中继器。那这边放了一个羊毛，是因为，这个活塞会刚好在这个活塞后面作用。那我就直接从这一个羊毛获得能量就好了。那我这边就接上我的红石，好像这样子。那我现在要来调时间，调时间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从开头开始看，源头给这个活塞能量的时候，已经是距离一 tick 的长度，所以我这边必须要距离两 tick。那从源头来看，这个距离两 tick， 那这个要距离三 tick。那因为这边已经是两 tick 了，所以我这边只要再加一 tick 就好。那因为这边已经是三 tick， 所以这边要是四 tick。所以从源头开始，我要距离四 tick， 就把我的中继器开到最大。那现在它就是一个循环活塞咯，像这样子。那玻璃跟羊毛的差别就是，玻璃它不能导电，可是羊毛可以。然后，那我上面就放上红石灯来做代表。所以它，当红石火把上面是玻璃的时候，它不会通电。可是上面如果是羊毛的话，它就可以充能，并且通电到上面这个红石灯。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双数次的。双数次它没办法依序推出，是因为如果这个活塞它把这两个推到这里了，那这个如果再把它依序推过来的话，这一个方块就会被推到外面去，它就没办法循环了。所以我现在要让这一个跟右上角这一个先动完之后，再让左边这个跟右边这个再动。那我现在先将线路接上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是，现在这个跟这个他们是独立开来的，不像单数次的，它这个是要由这个是一顺顺的这样接过来。那这边不一样的是，我这边要接两个不一样的线路到源头去，像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现在一样，我们要来开始算时间咯。那这个跟这个要同时作用，所以他们都同样距离我们的源头一 tick 的长度。那所以这个跟这个，我们要再比他们更多一 tick。那像这样，他们就是双数次的循环活塞，像这样子。那一样，我们也可以把它下面的方块打掉，放上玻璃。那当羊毛到的时候，它就会通电，像这样子。那这个是平放式的，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直立式。好，那直立式的它其实它的时间计算就跟平放的一模一样。那其实线路的接法没有一定，只是你时间只要算好了，你线要怎么接都可以。那我这边就是一样，从源头开始，这个接收到了一 tick， 然后这个要跟它差距在一 tick， 所以我在这边放上中继器，像这样子。那下一个是它，那我之前有介绍一个下船上的好东西，就叫做荧光石，像这样子。然后从这个方块可以通能出来。
然后因为从这边已经有一 tick 了，所以这个要是距离源头三 tick 的话，我们这边要给它两 tick， 然后把它接上来，像这样子。那最后这个呢，也是距离一 tick， 把它放上来，像这样呢，它就会它就是个直立的。那直立它有个好处，就是它可以并排，像这样子。我们只要把能源一样打到每一个活塞上面，像这样子。像这样子，它就可以一起动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羊毛放在不一样的地方，它就会通不一样的地方的能源，像这样子，那可以接好几个，只要是在红石的有效范围内就可以。好，那这边是双数的，因为双数也是一样，你只要时间算好就好了。那我今天一样，就是。跟刚刚的接法其实是一样的我要让这个跟这个同时作用，所以我今天从这边发出去的线，我不想要让它有延迟，那所以我只好让这个再慢一 tick， 也就是这个跟一开始的活塞距离两 tick， 那这并不影响，我只要让这个跟这个先动完，这个再动跟这个再动就好了。那一样，我们用我们的荧光石好朋友，像这样子把它接上来。那我刚刚说过，我们把它变成两 tick， 所以我们这边就把它变成两 tick， 像这样子。OK， 它现在就是双数次的循环活塞，它一样也是像刚刚一样啊，就它可以外接啊，像这样子。像这样子哇，就往浪费时间了。像这样子啊，那我们就把红石拉出来。像这样子，我们就一起动。好，那我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循环活塞也可以搭配连闪器使用哦，像这样子，就会一直循环下去，一直循环下去，一直循环下去，到你关掉它为止。嗯哼，就这样。